你怎么会惹到佳珍了？我没有啊。那他为什么会哭啊？我哪知道啊？你肯定是欺负他了。我，佳珍，佳珍，不是，佳珍，我招谁惹谁了？佳珍。 爱情是无私的，因为无私，就会凡事都会站在他的立场上去考虑，因为无私，就不会让他有伤心流泪的可能，因为无私才会希望为他做希望的事情，看到他开心，那些找这样那样所谓为他好的烂借口去占有，去让他伤心，去违逆他的情感的爱情，是自私，不配叫爱。 杨凯突然说分手，哎呀，你急死我了，没事吧？ 下次我了，哎，你跟我说说，年谊是不是欺负你了？后来一直给你打电话都打不通，还看见你跟年谊吵架了，都哭着跑了，怎么叫你都不回头。你告诉我，年谊他是不是欺负你了？嗯，他也没有欺负我。杨凯和程静今天婚礼，杨凯跑了。 把程静一个人扔那儿了，我让年谊帮我找他，年谊还帮着杨凯说话，我气不过，怼了他两句。你说杨凯跟程静真的不结婚了？那朴正，那你怎么办呀？什么朴正哥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关我俩什么事儿啊？那朴正他会不会和程静在一块儿啊？ 你还是不是朋友啊？说的这都什么话？我这不是担心你，所以问问吗？那程静毕竟是他多年暗恋的女人呀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事有点麻烦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说这事，哎，你别走啊！我这不好心提醒你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你听我说呀，家珍，哎呀，家珍。 家珍，哎呀，家珍，哎呀，要跟我程静真的在一起怎么办呢？好了，你别说了。你和年谊都别瞎操心了。哽咽的声音，仿佛带我回到昨日的场景。
提醒我也有过感动的肯定，流出我眼睛芬芳的想你，堕落的流星数落多少以为拥有的曾经，看破多少虚伪撒谎的眼睛，死心的回应冰封我的感情。我不想听那曾经的曾经，只愿你答应着那约定的约定，呼喊着你的名，撕裂着我的心，看你遗落的背影。我不想让那约定的约定毁灭着我许下的曾经和曾经。这是真的报名，麻烦你了，你帮我找找他行吗？您先冷静，一有他消息我会马上告诉您，你先请回吧。好吧，再来会该怎么办？不好意思，很多货款都压着。是是吗？我看一下这个数据啊，你再看看。你干嘛这么一直看着我？你这么看着我，我会认为你对我别有用心。你喜欢家珍对吧？所以你不想让杨凯和程静好。你上次所说的那个朋友就是你自己吧？我和家珍的关系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那杨凯找你帮忙你为什么不帮？你怎么知道？实不相瞒，有个公司想收购他公司，来找我们公司做个评估。我在想，你们是他公司最大的合作商，要出手帮忙的话，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吧？杨凯呢？是来找过我。你和我上次谈起他公司事情的时候，我确实动摇过。我在想，如果程静和杨凯分手了，我会不会有机会？但是看着家珍那么相信朴正，我觉得我没有希望，只能放弃了。放弃了？那你干嘛不帮杨凯？家珍是个好女孩，朴正是不是好男人我不知道，朴正心里有没有程静我更不清楚。所以你想试探朴正？对，就像你说的那样，如果他对他不是真心真意的话，我就一次一次地把他追回来。其实我也很困惑，我曾经以为爱情是自私的，但看到杨凯为了程静不愿连累他放弃婚约，我现在在想，爱情到底是自私的呢还是无私的？爱情这个东西真的是个难题，亘古难题。我觉得只要适合才好。适合才好。昨天家珍给我打电话了，她说朴正在朋友圈发祝福程静的婚礼。我心里在想，都已经发朋友圈了，那他们两个应该是不可能的。然然，要不然你吃点这个。好。感觉好像越来越了解你了。不怕了解我越多就会爱上我吗？问你个问题啊，你会帮杨凯吗？我是个商人，我肯定要为公司的利益着想，不是帮不帮的问题。那我问你，你会为杨凯的公司去和甲方商量更好的条件吗？和你一样啊，
我也会为公司利益考虑。说明我们俩是一样的。然然，我觉得你挺特别的。哪里特别？我会不自觉的在你面前打开话匣子。嗨，家珍。家珍。嗯。不是，你干嘛要踢我呀？我要给你留一个特别的记号呀，拜拜。沈董好，沈董好，沈董。听说你的习董去国外了，不说话就是默认喽。是，习总是出国了，可是那又怎么样？不管是他在还是不在，我们都会尽自己的本分，干好我们自己的事情。而且，我们会守得住简氏和一二，不会让别有用心者有可乘之机。说得真好听，看来我应该让我外甥颁一个最佳员工奖给你，我就看你们嘴硬到什么时候。谢谢沈董的关心，再见。林妈，我哪知道小姐去哪儿了？你别跟我说老爷他怎么怎么了，他自己的女儿他都管不住，我哪管得了？我跟你说，照顾好我家玉林才是正经事。阴魂不散。谢谢。谢谢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提不起精神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要是提不起精神的话，可以想点开心的事情啊，比如我们的婚礼。我们两个人好像很久都没有像现在这样一起出来喝过咖啡了。说真的，我感觉很幸福。叶琳，谢谢你。叶琳，我今天约你来这儿，是因为有些话在医院当着小小的面不方便说。我明白，你根本就不想和我结婚。